所以穿无穿无就是阿妈。伊要怎么？伊妈拍死我，无好的代志啦。来，看我做伊两一摆。伊要怎么？伊妈拍死我，无变的呀。五福国小学生以搭脆购的表演方式将台语和英语融合，逗得现场来宾笑声不断，也让参访团对高雄县的乡土教育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民间故事真趣味，阁有教育的意义，你若听了有介意，予我掌声，免客气啊，免客气。我们同学表演，他们讲台语，大家听懂吗？啊，听懂听有啦哈，听有就真趣味啦哈。所以我们教育，我们在推动啊，这个本土教育哈啊，因为台湾过去早期推动国语教育，把那时候禁止讲方言，就是禁止讲母语，所以咱的囡仔这个母语哈啊，大家人渐渐不要讲啊。所以这几年来，我想我们推动啊，但是这个国语是我们的教育哈、啊，大家共同语言，但是我们也这个推动我们的母语，包括啊都加共接。啊，闽南语、河洛语哈，啊，我们也重视我们客家文化哈、啊。那原住民乡，我们也保存我们原住民的母语。我刚刚看到小朋友啊，表演很可爱哈、啊，不过要懂得台语才会觉得好听哈、啊。Impossible 啊，你讲呢？啊，那 Impossible 哈，我直接听不懂。啊 ，Impossible。所以这个也很好玩啊，这个过去可能早期练英文这样练也不一定啊，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很好玩。我觉得这个高雄县也出过想象之外的好呀，真的是我们在国外看都很少看到这种每个学校可以办得这么好。你们县长真是非常和蔼可亲，而且平易亲易近人，而且我们很多人，我们这里面老师校长们都觉得是他的粉丝，是不是？我个人非常钦佩他的那个这个施政，哦，非常用心。那我们想说，因为我们是从事教育工作的，那有一个原则就是用心把你想要做的每件事都做到最好。非常感动，我们觉得县长能够对于这个华文教育这么推广，这么努力支持啊，我们海外的人回来，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所听到的，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。参访团也邀请县长杨秋兴一同合唱《望春风》及《丢丢党》等台湾民谣，场面温馨。县长借着加拿大侨校校长来访的机会，介绍高雄县的好山好水，更希望未来能够加强双方教育艺文交流，增加学生的国际视野。台湾加油！